一起加油！我们的艺长，我们的艺术长，我们的副处长，都来这里欢迎大家。我是海大的学长，我要看你这辆游泳船，掌声谢谢他们啊！哎，海大还是最棒的，非常欢迎大家，辛苦了啊！基隆啊，大船过来，是一个非常好，特别特别欢迎大家。那张校长昨天才从美国回到台北，昨天晚上马上赶到码头读书的。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想法，热情的欢迎大家。我现在要听到我海大的学弟学妹热情的掌声，欢迎我们的副县长代表县长来为你们做加油、欢迎、打气。来，我要听到学弟学妹的掌声，掌声说很好。高副县长，处长，哎，我们教育界的同仁啊，都来迎接各位。各位，怎样这一年，我们一起共同在这边生活。那在前置作业，我们筹备了好几年，终于这个梦想实现了。马祖热情的欢迎你们，也希望你们在这边生活的很快乐，学习的很快乐。马祖有思想舞蹈，在你们学习之余，我希望你们有机会我们每一个乡走一走，看一看，把书本里面的知识跟你们的生活经验互相结合，好不好？这一年，把这一年当成来马祖游学，好不好？好，欢迎各位。来这边其实是一个蛮新鲜的体验，然后这个就是在这边希望也可以学到很多东西，因为毕竟在这个离岛地方学习就会比较有更多体验，然后也看到了更多跟那个旅游的学习之旅啊。未来这个海大的三个系的学生啊，有一门课程叫博雅课程，我是负责签名，我们会请县长、副县长、秘书长每一个月都排两个小时的课程，这是高规格的课程，我们会慢慢的开始认识马祖。好，从今天开始，你们额头上面就写两个字，你们是马祖人，知道吗？以后有问题都可以找我。